出新招，人员智慧上档次。你是做主内勤，永远以合规100的位置哦，就会加分非常多。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头脑；第二个部分叫做人员桃花。100的位置在哪里呢？刚好在摆放一个，让他的财运上面来说变得更好。委托人家里的格局不怪，但总是能加油添醋的做些布置，简直让人到傻眼的地步。表面要选就是遮这一片，比较不会有穿堂。把它贴这样子啊，这样算不算遮瑕？好难主持哦，好提醒啊，然后贴之前都看不到，什么意思啊？本来是一个延伸镜。我把它用成电视柜，因为你又怕照到床，又怕照到门，对。然后最好的话，它其实照上面就什么都没照到。没放水的游泳池，在风水上来说是好坏掺杂，究竟该怎么判断吉凶呢？蔡老师，哎、欸，第三关还没过啊？啊，没有没有，不是不是，跨许已经很比较久了。啊，没有没有，因为我是想要我们今天要来这个，今天这个我们的委托人，我想说要做一下功课，为什么？因为我问了几个人，好像都没有。好像对这人不太熟。你看你是在 LINE， 然后问大家认不认识他，是不是？你不是在 Google 这个人是谁啊？我们今天委托人是谁？盛红啊。哦，会啊会啊，阿红啊，盛红啊，我知嘛，就是秋天那一条嘛，对吧？有嘞，一条。哎呀，哎，他14岁就出来唱了，实力派耶，又有偶像的外表，也是十几年的时间了。实力派前面后面那是什么？实力派的歌手，偶像的外表啊。怎么了？没有，郑红啊，对啊，真的很熟呢哦。对啊，郑红唱歌很好听，拜托，他的歌是《最干净》的主题曲哎。是王世坚的。是，你的是最干净。对啊，是世坚曲。对啊，对，啊对啦，坚定的友情。就是那个嘛，他跟向慧玲一起合唱那个主题曲。他唱《世间情》的主题曲，我居然你还在 Google 的、啊？老师，你是都不看连续剧哦？我刚好我就比较没有时间看连续剧。哦，这种怎么办呢？就是因为他的作品其实是也算具代表性，可是就是记不住他的名字。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要针对我们委托人他这个特性啊，我们要针对他家里头所谓的100跟600的两个方位。那么当然100最主要的是对于他可能对于这一些创作啦，或者比较这一方面来说的话会加分。当然加上他本身又要我们想要跑通告跑什么的话，那这个时候呢，在他的600的位置上，如果能够帮他加分的话，相信他的知名度很快就可以打起来。我说真的，我就听过100是遮三丑啊。北京高水，我不知道风水要100、600，我是越来越深奥了，所以我们今天这一集一定要好好的学习一下。对，豪记小王子吴俊宏在中南部呛嘎地啊不屌，而他家的装置就跟他的音乐创作灵感一样，总是能让人感到惊奇。所以今天我们谢老师也来锦上添花，究竟他会带来哪些天外飞来一笔的加持呢？哇！豪记小王子俊宏啊，老师，这个送给你们新专辑《佩珍姐》。哇，佩珍姐，这是我今年的新专辑《爱得力》。Loving you 嘛。对。Loving you。喂，什么？是爱得力。我的。对。啊！对，怎么差那么多？因为这条啊是过完。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啊，所以向慧玲是就。没有啦，没有啦，这是我这张专辑，他特别跨刀来帮我合唱。所以你这是台语专辑吗？对，台语专辑。I feel it。用一点啊，这样。那爱那昂起来。好，谢谢谢谢。哦，豪记小王子，对对对，每年都出一张新专辑。对对。哦，还有自己的那个俊宏家族。哦，对，俊宏家族，这是我的歌迷组的一个。粉丝团，你真的很低调吗？对啊，你的唱片都在哪里出没啊？哇，对啊，都在各大门市都有在卖啊。因为你知道吗？也不是说我们故意要这样讲，就是因为外面已经在传说，你每次出去，不管是唱校园或唱什么表演，就是人家都把你当作宣传啊。哦，没有，那是以前吧。以前啊，以前就是现在是助理，有时候在那个休息室啊，然后就有别人的宣传来说，哎，你帮我去拿个水好不好？然后我说哦好，
那我就真的去帮他拿水。然后后来他知道啊，原来我不是工作人员，我是因为是艺人。对啊，所以之前就常常就是可能是不太红吧。对啊，最近比较少了。我觉得你看起来比较亲切啦，真的好像自己邻家子弟一样。对啊，对。而且很奇怪的是，你这张咖啡你不觉得？你摆在这不觉得是有蹊跷吗？有哎、欸。怎么说？好大的蹊跷。它不是应该是这样子吗？不是它、哦、没有，它这个这样子应该是靠那个墙壁吧？就应该靠这啦、啊。然后这沙发好像被……那你的 L 型沙发放的？我把 L 型沙发拆成两个。哦。对啊。你哦什么看不出来？就是因为 L 型沙发本来放在这边，我想门进来就直接这边挡了一个椅背、啊，所以我不太喜欢，我就把它翘过来这一边。哦，那没办法。可是老师说真的，他现在至少那边有十墙啊，虽然背门，但如果把它换过来，这是空的呢。对，他如果反过来的话。但是我们常常在讲说风水里头哈，基本上来说是这样讲：两利相权取其重，两个都好。我当然选最好的，相对的两臂相权取之轻，两个这样有点不好，这样有点不好，我当然选的不好，比较稍微小一点点的。那我们回头想，如果这样做后面有这个可能也许这个玻璃，那你会觉得说这样会不会犯小人呢？可是跟门进出的大门比起来，那那个影响就远远这个大得多。什么意思？所以那你进来小人会比较严重？对啊，所以因为我们坐在那边的时候，所有的外面进来的人在开门的时候，我完全看不到。外面门口是谁，然后可能进出厨房那个方向进出那个后门的时候呢，我也完全看不到，变成视觉的死角。是啊，但是如果反过来这边的位置的时候，虽然后面可能也许我们自己的人，可是至少通外面的任何一个通道都在我的视线旁边。你现在这个放在这边，你怎么出去外面啊？我没有出去过阳台。为什么不出去阳台？因为我想说 ，maybe 不是很好吗？没有啊，因为外面就是电塔、啊，所以我不太想看到。那边也有山啊，所以你不想出去的原因是因为不想看到电塔、啊。哎，是因为景观也不是很漂亮嘛、啊，所以我就把它挡起来。那外面的人也看不到里面，那我们艺人比较隐私吧。所以我们有听到人家邻居。邻居在讲说你都不去阳台，因为你怕被认出来。也不是这样讲啊，因为我觉得我在家里面常常都是你好你好，哎，正常的宣传都出来。不是啦，我们后面不是最好都避开，就拍照的应该都不会出来，然后你也是穿一件阳台。因为我在家里就是轻松嘛，所以我都穿得很随便啊，穿得很少、啊，所以我怕阳台如果不小心被看到的话，你要很高哎、欸，对，哦、真的、哦，阳台真的很高，但那边有楼上啊，楼上的。如果仰慕我的歌迷在那边的话，会看到我。真的平常有近视哦。你有这一层顾虑就对了。对，没有。你这边包袱很大哈、哦。没有啦，没有啦，开玩笑。所以你不用把它挡死哦。那我想说阳台我自己用不到，所以我就因为很多人可能就觉得前阳台我就没在用啊、所以他可能就不会去打扫。那如果前阳台是像他现在这样子，我记得那个谁叫小冰凤，对啊，然后也会影响到他的事业嘛，对，或者外援嘛。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如果都不出去，那他上面都是这个所谓的灰尘或什么的话，其实这个对于事业发展来说的话其实是有影响的、所以我们会建议观众朋友，阳台不是只有我们讲的不是只要有就好，当然最重要也还是要保持干净、整洁、干净跟明亮。对，其实你整个位置一移过去之后，你自然有一个走道是可以到阳台的。哦，对。可以戴面具出去啊，如果就是适当的跟邻居就是互动一下也挺好。哦，好。就多穿一点嘛。了解。老师，那他刚刚讲说这边看出去也是电。高压电塔，对对对对，那这有什么影响吗？其实最主要是我们如果看看山上的这个高压电塔，它通常形状呢变成一组一组一组，整个的都是高压电塔，很像蜘蛛啊，像蜈蚣一样，很多只脚这样排列出来。所以我们一般来说针对高压电塔也叫蜈蚣煞。一般在民间里头认为说蜈蚣煞呢对于肠胃方面来说影响比较大一点点，所以民间里头呢如果真的万一遇到这种蜈蚣煞的话，通常是会摆放铜啊或者是雕刻的这个攻击对着它，那么就有化解的一个功能。所以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在庙会里头通常有个这个庙会的阵头，他们叫做蜈蚣阵，但是呢蜈蚣阵一定会搭配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攻击配进去，叫做铁鸡斗蜈蚣。
所以他现在就是要找几只铁鸡在这里。那其实对，就是对着他可能前方的位置，对家人的肠胃方面来说，影响就会这样。那老师，那我本身属鸡的，这样有没有关系？他又很红，所以他是。那我面对他，他会不会挡掉？不出去啊！那除非就是我们要你怎么站在那个位置上。那个电塔其实这样看好像也有一段距离耶，是不是有多少距离以上就可以不用什么铁公车？其实一般来说的话，要看它的这个距离。不过因为它周边几乎都被高压电塔包围起来，所以其实基本上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那另外一点呢，风水里头有一句话叫做“龙借水则止”，也就是说龙脉呢一直下来呢，遇到河流阻隔之后，它就在那边，就好像我们动物会到河流这边就会低头下来喝水一样。所以那一边呢，基本上它就到了那个河里河流的地方，它就不会再过来。那我们这边过去的气也到这个位置，所以我们的房子呢，在这样位置上才会好，才会有运。那第二个呢，前面的山才不会形成我们面向山壁，对于事业变成障碍。所以他们家是还算在好的位置，好，对啊，背后有靠，有靠，安跑，只是他内部格局有点乱。对，他自己的那个算是摆设没有摆好，嗯，是外面是好的，对不对？但是他处在那个位置，因为有点不错。但还是有个必导，对，其实是算同栋的，对，因为房子它的结构来说的话，照理来说应该大家都是盖平的，嗯，可是呢，现在这个房子盖的比较奇怪的地方是，我是盖平的，你盖斜的进来，所以导致旁边斜的时候正切到我们的这个侧面进来。那观众朋友可能要特别注意哦，房子当你房子被前面切到的时候，好，前面冲主血光，你受伤开刀比较机会比较大。第二个呢，从侧面或背后来说，那一般来说代表容易犯小人，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要注意，可能工作发展上面来说，那我这个方向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所以它这边会是切到侧面，侧面，对对对对，犯小人，有这样吗？我表面上是不知道，但背后可能我觉得还是有，所以就觉得怪怪的。很多唱片在发，或者是外面活动什么在接的时候，就觉得有点怪怪的。但是我不知道小人在哪里，对，就觉得有时候会觉得，哎，怎么本来有的后来没有？对对对对，我直接本来讲好，怎么会别人这样？对，常有这种情形。嗯，对，所以可能就是这个原因。那他是冬季可以同时吸掉这些吗？嗯，其实一般的观众朋友，如果说他是很单纯，只是所谓的铁塔无功效，我就用100公斤就可以。可是当你要面对两个同时对到的煞气的时候，复合型煞气，大部分都建议用山海阵或乾坤太乙图。那么用镜面的反射的调整以后呢，那对于重复的煞气来说，切到它就比较可以容易化解掉。OK， 好，那就用这些。好，嗯，好。而且换过来之后，我之前在谈他很多财库哎。这个位置也是非常好，很好的，对，只是冷气的位置可能还有两个位置，那主要还是在冷气啦。那我们刚才讲，我这个地方刚要聚财，对不对？钱刚要装到这边来，风又把它吹走了。那风水毕竟还是讲藏风纳气才是好风水。所以就要看改成那个分离式的，分离式的，对啊，那你才会其实本来很好啊，好不好？就调整一下，好，改过来。旧式的房子都习惯在角落开气窗，而遇到财位上面有冷气和横梁，不用怕，只要摆放金洞就能够解除漏财危机。而屋外出现两种以上的煞气，只要摆放山海阵或乾坤太极图就可以化解喽。天马行空怪怪屋，快逼疯小珍佩珍。表面要选就是遮这一面，比较不会有穿堂。把它贴这样子啊，这样算不算遮瑕？好难主持哦，瓶颈啊！我天，这表都看不到，什么意思啊？本来是一个延伸镜。我把它用成电视柜，因为你又怕照到床，又怕照到门，对。然后最好的话，它其实照上面就什么都没照到。好用。